的这个显意识和潜意识，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呢就觉得稍微深了一些啊，实际非常好理解的啊。我呢也给大家讲了很多比较简洁明了的这种词汇啊，来给大家这个推荐啊。那这一段给大家讲什么呀？思想的能量直接影响身体健康啊，就是思想它是有能量的，它这种能量呢，包括我们看佛教的释迦牟尼佛的能量，我们都知道佛已经走了2000多年了，可是他的能量至今为止影响了很多有学识的人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佛教是四种佛教，第一种佛教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佛学，像清华北大有佛教系作为学者对他的研究啊，研究什么呀？佛学包括佛教哲学，它的宗教性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就是佛教，我们看到的寺庙啊，它的这种宗教仪式。第三种呢就是什么呀？佛陀的教育啊，我们对佛教的一些东西呢了解非常多啊，我们看到很多法师讲经说法，以教育的方式出来的啊。第四种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迷信性的佛教。大部分人呢他就想到什么呀？想到这个我拜佛，我拜完以后求佛，求完以后呢就能干什么呀？就能发达啊，包括呢去庙里拜拜，我说倒霉了我拜拜能不能得点好运啊，大部分呢都是这样的。实际这叫佛教的能量，它也是分几个层次就出去了。它这个佛的这种能量呢，就是说这种思想的能量，思想的能量呢要是一个正的思想能量，它会影响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甚至更久。我们都知道佛讲他的教法影响多少，12000年了啊，包括孔子的，包括老子的，所有的这些东西啊，它都是正常的这种影响。实际思想是一种能量，那思想能影响我们的身体啊。我们回过头讲恨人的思想就把心脏影响了，怨人的思想就把脾脏影响了啊，这个烦人的思想呢就把肾脏影响了，恼人的思想呢就把肺脏影响了。就是说它是可以对我们大家产生这种影响的。为什么呢？消极的思想会发射出一种消极的能量振动频率，可以这么说，现在10个人都在这非常高兴的笑，突然来一个人放声痛哭，他这一个人一旦放声痛哭，这种消极的负能量迅速会导致这10个人呢乐不起来，就是想乐都不敢乐啊。你看家庭里面有时候就因为一件事情弄得家里面是鸡犬不宁，大家就可以看到实际负能量的这种能量场是非常严重的，也是非常大的啊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。那消极的思想会发出一种消极的能量振动频率，然后会迎来更多的倒霉经历。我遇到很多家庭啊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古人讲了一句话，娶个好女人旺三代的，大家就知道什么原因了。我遇到有的家庭娶个女的，那一生气啊，不是哭就是闹，就是我们过去讲的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要不然就躺床上去了，一躺半月一月，我也不吃不喝，我也不管家庭，谁谁谁我都不管啊。
像这种情绪波呀，我跟你讲，上课父母，中课丈夫，下课子女，就是把子女丈夫所有的运气场波，让他这一个消极就毁掉了。我们最简单的告诉大家，一锅牛奶只需要掉进一只老鼠，没人喝，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就说这个负的能量是非常重要。打个比喻，你今天讲了99句积极的话语，只需要一句消极的话语，这99句的积极的话语的能量场就会被破坏掉。就像我们倒了一杯茶，只需要放一滴农药去，你喝了你就死了，它的毒性就有这么大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，也是我们大家啊一定要认识到位。很多人都不能因自己的小恶而改，老人这是小事情嘛，可是呢这个小事情啊影响是非常大的啊。那就是说，消极的思想会发出一种消极的能量振动频率，然后会吸引来更多的倒霉经历啊，就是你今天的消极思想一旦发出去以后，我告诉你会加剧你倒霉，倒霉更倒霉。那反过来呢，我们要是积极的思想发射出一种这个积极的能量振动和频率呢，同样会吸引来更多积极的啊，阳光的，包括人事周边环境，你会突然感觉到好像这么好啊，这就是我们积极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一堂课呢，重点强调是什么呀？负面思想直接对我们自己的运气是干什么呀？损坏，直接对运气的损坏，就是对身体的损坏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而健康是一种运气的基础，不然你空有几亿躺在床上也享受不了。那这一句话回过来就想起我经常给大家重复的一句话了，重复的哪句话？天有三宝，日月星，地有三宝，风火水，人有三宝，精气神了。养得三宝，天地通。就是你今天要想得天地的护佑，一定是什么呀？你自身的精气神一定要足，就能得天地护佑。我给大家讲过，精在哪？精在肾脏，气在胃脏，神在肺脏。可是呢，我们人一旦犯邪淫呢，犯邪思呢，直接损的就是肾精啊，这就是我们古人讲的邪淫定为万恶之首，而不是把杀人定为万恶之首。为什么？它直接损伤肾精，和天地之间就磨灭掉。大家知道天怎么写？两横一个人啊，人在天地间呀。你看上面那一横代表的天，底下这一横代表的地，人在地上行。你看这个天就这两横一个人字，人在天地间，人在天地间行什么呢？啊，我们都知道佛在经上讲什么呀？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里面佛唯独赞叹什么呀？人道，说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就说人生是非常难得的，你当天神都还容易，当人很难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人能代替天地行道，人在天地间的啊，这是人在天地间的。所以你是一切运气的基础。我经常在讲，一个人要倒霉先从气上摔，一定先从气上摔的。人这个衰气的时间最明显的，大家可以感觉到干什么？开始胸闷气短，你查不出来什么大的毛病，这是我们自身就感觉到干什么？哎，动不动要张什么呀？张口吸气，这是第一个感觉，你就知道你气开始衰了。衰的原因在哪里？精生气，
气，甚至一定是金亏了，金不能生气了，你由气上先衰了。气上一衰以后，我们经常就看到电视讲什么说你印堂发黑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人的气色不好，脸色发黑，这就是人的运啊，进入这个衰运。人未倒霉之前是气先衰，你看到这个人气衰的时间不久，肯定要倒霉，要不就公司破产，要不家里就要出现大的这个变革，是一件事身体啊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每个医生都希望病人干什么呀？保持好的心情，都相信乐观能带来奇迹。你看我给大家讲的改变风水命运四大法宝里面，其中就有一个什么呀？微笑啊，让你要笑啊，你是不是能笑？人一笑的时间就是个风水波，这个波就扬出去了，它一定是一个上扬的。一个心情好的人可以干什么呀？战胜癌症。一个健康的人却被误诊了的癌症的人，最终被发现真正死于什么呀？死于癌症。这是我碰到医学界的一些医生朋友讲的，说诊断出现错误，这人不是癌症，有时候是什么呀？同名同姓啊，诊断的这个诊断报告拿错了。真正得癌的人呢好着呢，不得癌的人呢死了。就像我告诉大家，我有个朋友他爸爸一样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父亲很奇怪啊，在医院检查什么呀？是肺癌，最多也就活两三个月，做手术呢，做完以后一看癌细胞已经扩散了，就缝合了。医生就说了一句话，哎呀，说手术做得很成功，你就回去疗养吧。老爷子竟然活了两年多没事。老爷子心气很热，哎呀，都说我癌症了，我怎么都活两年多了。哎呀，那医生好，那医生了不得，手术做得这么好。给他儿子讲，你要请那医生来吃顿饭，把医生请来了。医生说你还活着呢，一句话老爷子说啊，你不是做得挺好的吗，手术我肯定还活着呢。这医生说了一句话，哎呀，说我告诉你，你那个手术我做开以后啊，癌细胞扩散了，做不了了，我也给你缝合住。我是安慰你的话，我说你这个手术做得很好，你回来了，没想到你这还活着呢，还奇迹。谁知道医生吃完饭回去一个礼拜，这老头死了。我这个朋友就很奇怪，就问我，跟我说，秦老师，我爸开始说活两个月呢，活了两年，怎么医生来了一下这一个礼拜就死了？我说病把病人吓死了。就说你这个思想是有能量的啊，这个例子我用过啊，包括我有个朋友在北京，他是什么呀？习惯性流产啊，就是七八个孩子呢都是流产了，最大的一个孩子好像六个多月，竟然还胎死腹中。他经常要在怀孕的时间就非常紧张恐惧啊，我正好西安有个朋友过来以后说，你想要孩子，我给你介绍个老师，你要不调整调整心态。见我的时间，我说你现在要怀孕，你就想什么呀？你孩子是金刚不坏体，你就天天这么想，你别老想他不好不好不好啊。他从又怀上孕以后就跟我说，秦老师，我这担心啊，路都不敢走啊，天天躺床上啊。他说我是紧张啊。我说你想孩子金刚不坏体吗？你老哎，这个紧张干什么？我说我给你说个方法。他什么方法？我说念金刚经去，我一天念六遍，你问你孩子行不行？哎，他说好。你要给他找点事儿吧，他就天天没事了，就坐床上念金刚经。哎呀，念念念，思想全转到金刚经上了，竟然一胎啊生了两个儿子，健康的不行。跟我说秦老师真有方法，实际就是把他的思想能量场给他转变啊。所以这个能量啊，思想是有能量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你头脑中漂浮的淡淡的云彩，我们的思想就是什么呀？就是现实，思想一定是现实。他们的确可以测量，可以测量的什么呀？能量单元，思想是能量波，通过振动的形式渗透在所有的时空中啊，就是我们的思想是渗透在所有的时空中。
当我们的思想是很强大的，思想影响我们自己的什么呀？身体，因为你的身体细胞磁场的震动将直接被你的思想所影响。